公司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它有很大很多的地方可以让我沉思，所以我常常换不同的地方思考未来人生的问题。梦幻公司的日常，我觉得公司最大的优点就是连厕所都连得到 WiFi， 所以大便的时候都不会无聊。我觉得这间公司非常棒，有无限供应的水可以喝，你想喝多少都可以。我觉得公司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我的位置刚好背对101，可以让我在上班的时候边工作边欣赏101哦。公司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影音机非常的顺畅，都不会因为卡纸影响工作哦。我觉得公司最贴心的地方就是它附这个鞋吧，让你穿鞋的时候非常的方便。我觉得公司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有非常宽敞的会议室，如果在会议当中不想被点到名的话，就可以选择最角落的位置，成功当个边缘人哦。